什么？上上上上上上！一二三，你就往那里边插了啊！好了，预备。等一下，我也是不上去是吧？对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一二三，加！真的不冷哎，我感觉你格外的冷，不要再怎么了？快，还好哎，其实不像是单休，我就不会冷。超战之子，我们感觉他是一个潜力股，而且他各方面都很认真，他很干净，我认为超战很干净，尤其他这个眼睛就特别透，特别干净。就是很感谢超战来帮忙整顿啊，我是第二次跟他合作，第一次就是蓝月下，所以蓝月下的感情非常浓厚，然后到后来就是导演在问哎你们好的朋友，我就直接说哎超战很不错，然后他就告诉他有时间就过来玩了几天。跟我感情非常，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单纯的大男孩。当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他一来就特别有礼貌，就是会先跟我们打招呼，就是先跟长辈打招呼，不管是现场的哪一位老师、化妆老师也好等等，他都会打招呼。我觉得这太难能可贵了，因为现在很少会这样对自己人和反面势力，可能吧。所以他给我第一印象就特别好了，因为他特别有礼貌。我就觉得他就是可能先天就有那种一个能成为一个明星的气质，所以他有那个能耐，虽然他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实际上他内心挺强大的，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特别，感觉就像看到我自己以前那种努力的那股劲儿。